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。我们把有 x 好放一边，常数放一边。那我现在把它移项移过来哈，就 log 以 o n 之一为底 ，x 减一哈，减掉呢 log 以四分之一为底，四减 x， 啊大于多少？一过去负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限制条件，增数要大于零啊，哦，这 x 减一要大于四减 x 呢，要大于零，所以得到什么呢 ？x 要大于一，而且 x 要小于四，这个是它的限制条件。好，那在这个限制条件底下哈，我们把这底弄成一样，这是二分之一的什么呢？二分之一的平方嘛，那平方的话拿上去变成二分之一次方，变成二分之一次方了，就根号哈四减二，那这个就可以合并了，合并成多少 ？log 哈，以二分之一为底，然后呢这个是 x 减一嘛，它除以这个根号呢四减 x， 它就大于多少？大于那个负一。好，那我两边给它取指数，以二分之一为底，那因为二分之一小于一嘛，你取指数以后不等号颠倒过来，我就是，我这个是 x 大于 y 的话，那你两边取指数，二分之一的 x 次方，它就小于二分之一的 y 次方，我两边取指数，那这取指以二分之一为底取指数以后，就等于这个 x 减一。根号哈，四减 x， 这小于多少？二分之一的负一次方，二分之一的负一次方啊，这刚好是二了。好，那这二以后呢？那我两边哈给它平方，哦，因为这个都大于一了，这大于一嘛，啊，这大于零了，这大于零，所以呢，给它两边给它平方，平方以后就是 x 减一的平方嘛哈，这平方以后四减 x 可以乘过去。哦，这个就小了多少呢？小了哈，这平方要四倍嘛，四减 x。好，那我就可以解方程式了。哦，这是 s 平方了啊。哦，这是 s 平方哈，减二 x 加一啊。然后把它移过来以后哈，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十六减掉四 x， 把它移过去。就变成 s 平方哈，啊，移过去以后的话，负二加四的话是加二啊 ，x， 那是十六嘛，移过去变成负十五，哎，变成负十六加一是负十五，负十五嘛，这是小于零的，哦，这五那个是五三嘛，一一五三正负了，所以呢，这 x 哈，它就小于三。它大于负五了。好，那这个哈要跟这个取交集的，哦，这个的话哈是那个一四嘛，那这个的话呢是负五，啊这个三，啊是这个范围嘛，哦一四这个范围嘛，啊负五三是这个范围，啊取交集的话就这个范围。哦，这是一嘛哈，所以是一到三呐，所以 x 哈小于三，它大于一，这个就是答案。